进堂友，善牧复活了，他曾为自己的羊群甘愿舍掉生命，哈利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使信众的心团结一致，求你赏赐我们敬爱你的诫命，期待你的恩许，使我们在变幻的现实中。 一心向往征服的所在。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门。读经一，攻读宗徒大事录。当外邦人和犹太人。 连同他们的官长，蓄意侮辱保禄和巴尔纳伯，和用石头砸死他们的时候，保禄和巴尔纳伯一听说，就逃往吕考德雅的吕斯特拉德贝尔两座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传扬福音。在吕斯特拉有一个人。 患软脚病，常坐着，有母胎中即是跛子，总没有行走过。这人听保禄讲道，保禄注目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便大声说道，直直的站起来。这人遂跳起来行走。群众看见保禄所行的，就大声用。 吕考尼亚话说：“神取了人形，降到我们这里了。”他们遂称巴尔纳伯为泽乌斯，称保禄为赫尔墨斯，因为他是主要发言人。在城关的泽乌斯的司祭就带着公牛与花圈来到大门前，要同群众一起献祭。 巴尔纳伯和保禄宗徒听说这事，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跑到群众中喊着说道：“人呐，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们也是人呐，与你们有同样的性情。我们只是给你们传扬福音，为叫你们离开这虚无之物，归生活的天主。是他创造了。” 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他在过去的世代容忍了万民各行其道，但他并不是没有以善行为自己作证。他从天上给你们赐了雨和结实的季节，以食物和喜乐充满你们的心。说了这些话，才算阻住了群众，没有向他们献祭。
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而要归于你的圣名。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而要归于你的圣名。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只愿光荣完全归于你的圣名。那是为了你的慈爱，为了你的忠诚。为什么让外邦人常说他们的天主在何处居住？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而要归于你的圣名。我们的天主在天上居住，他创造了所喜爱的万物。外邦人的偶像无非金银，不过是人手中的制造品。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而要归于你的圣名。愿你们蒙受上主的祝福，他是上天下地的造化主，苍天确实是上主的苍天，上主给世人赏赐了尘寰。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而要归于你的圣名。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圣神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因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对门徒说：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犹达斯，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遂问他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耶稣回答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便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那父位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荣耀归主名。在今天的读经一中，吕斯特大城的人们见证保禄行了一个奇迹，他治好了一个生来就不会走路的跛子。于是那个城区的人们要把保禄和他的同伴巴尔纳伯当成希腊的神明来敬拜。原来呢，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古罗马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欧维德，他写过一个神话寓言故事。那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吕斯特拉城。那个故事说的是希腊的神明泽欧斯与赫尔墨斯曾经去过吕斯特大那个地区。他们两个神呢，化妆成
两个来自外方的农民，他们在这个城市呢寻求帮助，结果受到了当地人们很大的非常冷淡的接待，人们对他们态度很不好，紧闭着大门不让他们进去。只有一对并不富裕的老夫妻很慷慨地接待了这两位化了妆的神明，结果呢这两位神明就赏赐了善心的老夫妇，惩罚了全城的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如今呢，或许就是那个吕斯特腊城的人呢，他们心中记着这个神话故事，所以呢，他们错把保禄和巴尔纳伯当成了从天上下降到人间的希腊的神明。在这里呢，保禄和巴尔纳伯连忙地澄清了事实，他们甚至撕裂了他们穿的衣服来澄清，一切的荣耀归于主。是的，是天主借着他们两位在有信德的那个人的身上施行了奇迹。对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些某些成就，我们是否忘记了归光荣于天主呢？若是听到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呢？如果夸奖的是事实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否认。我们的回应呢，首先应是感谢赞美天主。是的，荣耀归于主，是他帮助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每一次赞美，别人的赞美都是我们归光荣于天主的机会。就像我们在天主经所祈祷的，愿你的名受显扬。加尔各答的德勒萨修女，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天主手中的一支小铅笔，小小的铅笔写下了辉煌的爱德怜悯安慰的诗篇。因为圣人知道天主是那个写作的人物，而圣人本身呢，只是小小的天主的工具。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即使生活中没有什么成就的话，也该感谢天主。比如一天清早起来，我们起床睁开眼睛，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赶快拿起我们的手机来看一看有什么信息，还是静下心来感谢赞美天主给了我们一夜的休息，给了我们新的一天的各种机会呢？在我们饭前饭后，有没有感谢天主的恩赐？有没有做祈祷呢？有一个古犹太人的谚语说得好，他说，谁若是没有感谢天主就吃饭的话，那是在偷吃天主的食物。所以我们不想做天主面前的小偷，那我们就在饭前饭后来感谢赞美天主的恩赐。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时时处处事事来归荣耀于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愿我们的祈祷和奉献上达于你，请你净化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堪当参与这慈爱的圣事，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于我们的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基督被人舍生，永不再死；被人处死，却永远生活。他在你面前永远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不断奉献自己，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古时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吴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真诚地互助来自上主的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神领圣体，我主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
请赏我神领圣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好像你实在到了我心中一样，永远不要让我与你分离。阿们。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借着基督的复活使我们重获永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救恩的食粮得到充沛的力量，在生活中结出愉悦的美果。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布福音吧。感谢天主。